也就是比较轻松一点，只是还要再多加强一些那个度啊，那些判断，对啊。其实也还好，就跟昨天一样，就是整个节奏、整个感觉，其实都比较好一点，就是所以就比较积极一点，对啊。其实打高飞球就冲就对了，因为你不知道外野手会发生什么，对啊。第一个主要就是想的就是多跑，对啊。